超级喜欢，然后他每次都会跟我炫耀说长大之后好可爱，然后我就入坑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很可爱，然后他又蠢蠢的感觉。应该是前面那边有那个可以互动的 AR， 对，蒙娜丽莎，我们玩得很开心。还有那个他有一张画是那个呐喊。那个图片 AR 看下去，就是它两个这样子跑出来那种延伸感，就是 AR 配合的很好。这里有很多什么互动式的那种图像，那些种子也可以，其实也可以拍照。对，好喜欢。我们拍的那个日本神社，那个可以抽签。对，还有那个浮世绘的，浮世绘的那个浪，觉得很有趣。就是除了可爱之外，也觉得说跟其他的媒材可以配合在一起，我觉得制作单位还蛮有创意，然后又有运用到科技，觉得很酷、很新颖。对。